今天来到南台湾，屏东县尼埔乡东片村有八间农村，乡下乡里边农村县沙皮企业东片宝沙村公司，也以包括黑用菜地生产的凤梨果、可可瓦一条作物，研发出各种口味的嫩饼、鸡卵糕。演出台湾大初东片宝沙村的千里行路线，行北行北经过归秋七百六级发山呀。将凤梨果作为饼皮同切丝，结码在大山的乱向剪索，然后剪起来再切作一小件一小件。一个短片剥削纯天油的凤梨果乱饼，吃起来可以有凤梨果的果香味。它的口感是很好，是很酥脆又软软的，那个感觉还跟那个水果又是有一点点像。除了乱饼以外，东片宝沙村公司还研发出凤梨糕以及可可瓦口味的鸡卵糕，主要都是爱为菜地生产的成果作物，发展出完善的绿叶化产业结构。那例如一级、二级，还有三级的清理型的一些服务，成为六级化的产业。东片宝沙村公司是全台第一个自发性的农村型沙皮企业，基于鼓励后生人投身农事工作的想法，宝沙村将营业所得的三分之一补贴给农业台创业，希望秉持共生共荣的机制，为沙皮带来更好的发展。下届新闻陈文廉屏东报道。